为了不让飘窗堆满衣服，就给我老公买了一个落地挂衣架，因为卧室面积小，只有这种衣帽架又能挂衣服又不占空间，安装起来非常简单，几下就好了，大大小小的衣服都能挂起来，边上有防滑设计，避免衣服滑落，两边总共有4个挂钩，可以挂包包、手表、小物件，下面可以放2层鞋子，真心实用，而且这个架子占地面积小，放角落很合适。